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画的眼线，控制不好也比画的歪歪扭扭。今天就手把手教你们从这样画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眼线。首先涂好眼影，刷上睫毛膏。这里瑞杰用的是舞动奇迹的眼线胶笔哦，胶笔比较适合新手好控制毛流，后面还自带削笔刀，可以随时削笔尖细节了宝们，画的时候露出尖尖就可以了。用食指从眼尾把眼皮拉开，只需要两笔就搞定了，把里面的空白填充，有手就会，哈哈。还可以用来画卧蚕和下至用棉签晕开就行，是不是很自然？再用香槟色做提亮，不灵不灵的很丝滑，用来提亮卧蚕和眼皮，瞬间眼睛明亮了好多。看下有眼线卧蚕的眼镜和素颜的区别，请问谁不爱漂亮的眼妆？给大家挑了五支颜色都很好看的，大地棕、黑色、宝石红、复古棕、香槟金，有了这些颜色整个妆容就完美了，怎么蹭都不掉色哦。防水防汗很持久，胶笔推荐这个还不错。